喂，儿子。喂，爸，你做饭呢？我在电话里都能闻到你做饭的香味呢。一大早上就去了菜市场，做了你最爱吃的菜。这个我今晚有个应酬，我必须去。所以呢，这个以后这个生日礼物我帮你补上。那你今天晚上能回来吗？都是一些生意上的伙伴，我必须去。喝酒嘛。好好好，你先别管我了，好好忙你的工作啊，别惦记我了啊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哎，再见再见。哎啊！哎，儿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今天有急事，我女朋友生病了，我必须得去看她。这不，大哥也来去看你啊。等一下，弟弟也放学，他也可以陪你吃饭啊。啊？女朋友病了，那得好好照顾啊。有什么事一定要打电话给老爹啊，听到没 ？OK， 爸，我现在就得去看他，再见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你今天过生日怎么这么不开心呢？你的两个哥哥都在外面忙，今天晚上只能我们俩一起吃饭喽。哎，一家人怎么就不能在一起吃饭呢？来，我打电话给他们。不，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，让他们忙去吧。忙还是忙点好。喂，今晚我家里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今晚去不了了。很抱歉，改天再约。哎，亲爱的，今天是我爸61岁的生日，我必须去跟他聚会，所以我今天不能去看你，也照顾好你自己吧，然后多喝点热水，自己去药店买点东西吃。拜拜，我爱你。爸今天生日嘛，我们得回去看看他。对啊，我们都好久没见过爸了。爸，我回来看你了，给你过生日了。哎，这是你的礼物啊。哎，好好，快点进来，快点进来。哎，弟弟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你们回来了。好久不见了。